愛嗰個湧開嘅，啊都幾好。你完全唔好話諮詢，你連通知一聲，我哋呢度嘅法團，我哋呢度現任嘅區議員都冇。你真係有冇搞錯？你將香港人條命喺度教飛。會有人話：喂，你係社區保護主義。英文就話 not in my backyard。咁第二份咪，即係而家最緊要就係一個大嘅問題，你不斷喺度諮詢，然後你喺另一邊就話呢個問題要解決咧，要煩到你，啊要傷害到你，你就對唔住啦，啊你又要包容一下，呢個係不能接受嘅。我哋理性呢度嘅反對，唔係我哋獨家嘅反對，大家睇下由天水圍去到鴨脷洲。港島南區是所有香港人都在反對中的，所以我們真的要自己看清楚這個政府是怎樣對付我們香港人，是嚇到你現在不敢出街。我們在立法會，包括我們很多很多民主派議員不停地寫信去問，我自己問過衛生署、醫管局啊，甚至是啊，食衞局啊，亦都有啊，嗰、那個叫啊張建宗啊，保安局乜嘢你可以諗到嘅問題，有翻嘅信出曬，係一粒字嘅回答都未收過，佢睬你都傻。話知你咩區議會、立法會，佢睬你都傻。呢、這個就係林鄭政府而家喺香港嘅專制管治。所以各位居民，我們一定要自己社區自己救。會有人說，喂，那他是不是都是一個診所來，那做開診所給他做埋其他有關醫療的診症咯。我們很多公公婆婆進去的嘛，我怎知道隔離那個又是不是真的帶著病毒，一個不覺意一個黑絲怎麼見到他坐在那張椅都可以隨時賴嘢啊，大佬！你真係唔好玩啦、啊！去問佢呢啲咁嘅指定診所，究竟啊有咩人、咩時間、點安排？完全一粒字都冇答過，原來係根本冇安排嘅咯。各位，自己社區自己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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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無恥，林鄭無恥。大家好，我是陳芳華區議員李文浩。我想講林鄭是想大家死，點解啊？喺嗰度講你度係一個上呼吸道症狀，收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嘅人，假設佢帶有武漢肺炎病毒。由青山道開始，由上三環站開始出嚟，開始行，佢要經過保安道街市，佢要經過你成個圈，佢先去到診所。又或者佢需要經過港利道一堆嘅小學，佢先去到診所。假設呢一位帶有病毒嘅人，要經過咁多地方，佢先去得到診所嘅。只要有一刻，佢將病毒散播開去，個後果係一發不可收拾。任何有常識的人都不會將間診所放在那裡，那裡拿埋有幾間小學，附近兩個大型屋邨，這個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廢話我不想多說，我想跟大家說一單新聞。至於這個診所是否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去阻止它呢？我想說一單新聞，就大家過來看過嚟月之一個月之前啦，應該唔夠一個月之前，粉嶺嘅輝寧村都有傳過話攞嚟做隔離營，攞嚟做診所。咁最後輝寧村係唔能夠攞嚟做隔離營嘅，點解啊？因為輝寧村因為一啲實質現實上嘅問題，個輝寧村個大堂犯咗灰，所以佢就做唔到診所啦。我只係想講呢單新聞，係咁多，大家小心啲，多謝大家。我是陳芳華區議員李文浩。好，各位陳芳華的朋友，各位出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深水埗區議員李漢晴。好，我們今天的
清楚，就是十八區指定診所沒有諮詢他就沒得搞。我們講的今次武漢肺炎，香港已經是社區爆發的危險期，已經有死亡個案，更加不要說其實是會通過氣霧去傳播。你看看這個打邊爐加就知道。所以政府決定在十八區指定診所本身就話二月十號已經開始第一批去試用，當然啦，我們一定要繼續係俾壓力去。同一時間，佢選擇喺深水埗區廣利道呢度，廣利道喺邊啊？長沙灣、聚篤篤、貝山，當然唔係沿海咯。所以我會見到有任何病徵嘅人士去嗰度睇醫生，本身已經係擠壓咗現有好多長者。在那裡攞藥配藥覆診，這班長者怎麼辦呢？有什麼安排呢？怎麼辦呢？政府沒有交代，區議員寫信去問沒有回覆，這個呢就是今天政府對待我們民選議員和對待公眾的知情權一個卑鄙的做法。所以今天在這裡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站出來，就是對十八區指定診所沒有諮詢沒有得了。多謝大家。好，咁多位長沙灣嘅居民，我係民協蘇屋邨嘅社區主任陳明基。咁今日咧，我哋嚟到呢度，其實一個好清晰嘅一個民意嘅表達。我哋之前一年一個星期做咗四五日嘅街站，咁我哋去收集居民嘅簽名。咁其實居民咧，好多時候佢哋係唔知情，點解咧？代表政府係完全冇諮詢過地區居民同埋當區議員嘅意見。咁其實我哋今日揀選呢個集會同埋遊行嘅地點咧，其實係啱啱好咧係唔覆蓋到去唔到嗰個指定分流診所嘅位置。其實咧，除咗李井屋村之外咧，更加受直接影響嘅咧，其實係蘇屋村嘅街坊，因為廣利道賽馬會診所咧，其實距離蘇屋村嘅距離咧，就係講緊樓下一條馬路之隔，而且居民去求診咧係點樣行嘅咧？就一間大家可能會見到在寶安道長發街萬寧對出咧，其實就是去長沙灣廣利道賽馬會診所必經之路，由地鐵站啦，甚至乎由搭巴士咧，都會經過青山道寶安道一帶。而且大家都知道，長沙灣係講緊一個接近或者超過十萬人口嘅一個非常之密集嘅居住密度嘅社區。點解政府會冒冒然將一個地址閉門造居之後，就公告俾你聽啦？甚至唔係直接同區議會講，係透過一個新聞稿記者招待會去同翻大家講。好多居民都唔知，甚至乎係等我哋去街站問翻街坊：喂，你點睇啊？隔離有個指定分流診所。咁蘇村咧，淨係蘇村都講緊二萬人口嘅社區。咁其實街坊一定大家好大嘅憂慮，好自然噶。再加埋早呢單新聞公佈咗，早咗兩三日啦。曾經蘇村出現了一宗家居檢疫個案，其實家居對於發現這個家居檢疫個案呢，大家覺得最荒謬的就是這個家居檢疫個案呢是2月5日完成了家居檢疫的，即是它最後檢疫的日子是2月5日。當晚呢，我們2月5日都有跟家方有上衛生署的防護中心的網站去看，是沒有任何蘇村的家居檢疫個案發現。但第二日之後早上6日就出現了一個完成了家居檢疫個案的一個情況，個街坊真係全部都覺得好震驚。原來我屋企曾經嗰一棟樓下、嗰棟大廈嗰個樓層出現了一個家居檢疫個案，去嗰啲高危嘅地區，但係街坊甚至連房屋署一啲政府部門，佢哋都完全唔知情，咪奇曬大佬！你政府部門自己都冇一個公開嘅資訊，街坊又唔知，房署前線嘅管理公司又唔知。咁你到底如何確保到佢哋完成咗個家居檢疫呢？如果呢個住户或者將來一啲真係落成咗呢個分流診所，一啲帶有病徵嘅，佢唔知道自己咁嘅確診嘅，佢喺經過一個人龍咁密集嘅社區，咁其實就好容易做咗個社區嘅爆發。所以我哋嘅訴求都係非常之清晰，我一定係反對設立呢個武漢分流診所一個高度人口密集嘅社區。好。其實咧好簡單嘅啫，政府官員咧一直都唔回應，又唔會講咧究竟點解會揀嗰啲診所或者地方去做檢疫中心。
又或者係指定診所。佢咧就淨係識得咧嗱，大家喺街坊咧見到噶啦，就喺背面咧就有好多嘅警察，又會有咧防暴，係咧叫啲市民你哋唔准出聲，你哋死啦，啲肺炎啦，嚟到啦，你都唔准出聲，繼續咧要硬性。各位街坊要企出嚟，深水埗人要企出嚟，我哋唔反抗，唔同個政府講咧，佢哋永遠都收唔到。唔該，各位街坊，唔想死嘅，唔想無端端行過條街中武漢肺炎嘅，一定要企出嚟。想講嘅咁多。OK， 多謝各位議員先，大家留步，留步啊！因為呢幾日咧，我哋亦都開咗街站咧，有啲嘅。街坊咧就寫啲心意嘅卡，即係有啲心聲，希望透過各位議員咧，係知道我哋關街坊其實有啲好恐慌、好驚啊，乜都唔知懵懵成成啊！咁大家咧可以咧係轉達我哋嘅街坊意見，希望大家議員咧冇錯啦，呢啲就係心意，我哋嘅街坊嘅心意嚟嘅，大家可以咧係了解多啲，同政府部門講翻。因為我哋真係好驚，我哋唔知發生咩事。嗱，咁多位，我係連續兩日用關注組成嘅身份擺街站嘅，我係子欣。今日連同村民嘅心聲嚟到呢一度，我哋好想區議員幫幫手，立法會議員幫幫手，將大家嘅留言黐喺度，我哋會交。拜託啊！立法會議員無依，交俾政府，將心聲直接表達去醫管局，好唔好？好。咁咧，依度上面膠紙嚟嘅，係啦，咁直接黐，係啦，將大家居民嘅心聲，居民嘅心聲就喺依度，依度其中嗰幾份嘅咋。我收咗超過80多個居民嘅心聲。有啲唔識寫字嘅，用簽名表達；有啲識表達嘅，其中嗰40多、50萬人嘅部分心聲嚟嘅，而家喺度。我希望政府係聽到咁多位嘅民意，咁多位嘅心聲。唔該，無依依。乜嘢啊？你乜事啊？你走村範圍喎？警方已
家喺度進行截停盤問搜查，你無需聚集，盡快離開，盡快離開。現場聚集的市民和記者朋友，請勿再向前進，警方正在執法，警方正在截停、盤問和搜查。Yeah!
所以大家要目标。
咁咪遊行開始啦！佢你甩，佢你甩，你照拉啊！你個。Thank you.
翻就左邊或者右邊，上翻其中一邊名。哦，行得啦，唔該曬，唔該曬。你想啊？你而家咁好玩威啊！草啲啲先啦！你同任文伟大家知唔知啊？草啲啲先啦！喂！你咩啊？立捻实！申請咗北返隊通知書嘅，咁我同佢講，我話咧而家咧就建議提早行，叫佢哋唔好即係叫大家克制咁樣嘅啫。OK， 因為我唔想咧喺有任何嘅藉口俾佢哋去即係搞嘢啊，你明白？如果你話提早咗，跟住哦原來你提早咗喎咁樣，咁點算咧？咁樣我唔想呢件事發生，所以點我都要揾人去同佢講，話我哋而家可以行。好，係啦，就係、是、咁簡單啫，想保障大家安全。OK。人命就冇咗，人命就冇咗，人命就冇咗。
人人上本座，人人上本座，人人上本座，喺隔離，厕所喺隔離，厕所喺隔離。好，大家都準備好啦。你喺隔離，你我哋啊，我翻屋企啦。所以你整屋村嗰個嚟，好得。我哋嗰啲係。我哋快走啊！到啦，過嚟啊！患者在隔離，患者在隔離，患者在隔離，在我們隔離，在我們隔離，患者在隔離，患者在隔離，在我們隔離。林鄭請診所，林鄭請診所，林鄭請診所，林鄭請診所。Okay.
狗，射翻嗰粒狗，射老母！阿社會，屌你老母！陳建恩去咗邊啦？知法犯法，公安狗就冇得法啦，屌你老母！笑笑笑，笑乜嘢笑？我揾裝，有啲揾裝。放狗落 PT 咯，廖伟忠！打死你啊！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三百万市民打死你个三百个狗！屌你老母啊！好啊，真啊！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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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聽命中共，全黨死清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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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來了，黃大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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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命中共，全黨死清光，聽命中共，全黨死清光，聽命中共，全黨死清光，推動共黨，我服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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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命中共，全黨死清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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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續共黨，我服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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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服香港，我服香港，我服香港，全滅中共，全黨死清光，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驅逐共黨，光復香港，驅逐共黨，光復香港，驅逐共黨，光復香港。President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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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please liberate Hong Kong. 美軍來了，我大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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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驅逐共黨，我服香港。驅逐共黨，我服香港。驅逐共黨，我服香港。Resist Beijing, liberate Hong Kong. Re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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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 liberate Hong Kong. 美軍來了，我大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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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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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逐共黨，光復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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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驅逐共黨，我服香港。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解散警隊，解散警隊，三条叉，最优美女。
要分任何輕症或者重症，就算你輕症都好，重症都好，都是超級傳染性。講緊而家講緊係你食餐飯你中招啦，隔離已經講緊係一堆學校，隔離已經係講緊一堆老人家嘅屋苑，已經唔係一件好簡單嘅事情。呢個係一個高傳染性嘅疾病，係會死人噶。我相信我唔知道老一輩嗰班老人家，我相信年輕嘅手足都好清楚呢個感染有幾嚴重。老人家可能話：，哎，死咗！我都見過有啲討論區係咁樣講嘅，街坊會嗰啲討論區，死正個街坊會死都冇所謂啦。哎，我都幾廿歲啦，係咪先？我好老實講，死唔係一個解決方案嚟，死唔去先係最嚴重嘅問題。官做人咧，你個肺呼吸唔到，你估講玩啊？你不如問下癌症末期嗰啲啊，肺癌嗰啲啊。几辛苦先死到啊！想死都死唔到啊！香港有冇安乐死啊？系冇噶，你要记住啊！讲紧系你全家，即系如果你仲有一个，我带埋翻屋企，你好唔好意思翻屋企啊？咁你可以去边啊？你全家都系咁啊！正如我头先所讲，你哋嗰啲咁嘅，你哋嗰啲咁嘅医生已经讲咗话，里边康复嘅时候，讲紧系钟南山，唔系香港你哋所谓嘅黑湖啊！是講緊中南山啊！你當然可以話啊，廣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嗰個中南山講大話啦，唔係咯，因為佢話已經康復咗，已經發現咗係裏面有病毒。咁假如你個心腹可能中咗，或者你個仔中咗，隨時可能你裏面嘅體液或者精液裏面都有病毒，都可能會傳染咗俾下一代。下一代你會變成點咧？你個孫、你個侄，我而家呢一番話係講俾老一輩話啊，死咗唔緊要啊，冇所謂啦，我都幾廿歲。不是这样想的，有时的事我希望老一辈的街坊会了解一下这些情况，不是说一句话、啊、死了没所谓，我就死了，我都几十岁了。有时年轻人你见到有时可能很激进，但有时不是咯，有时因为他们上网的资讯看得比你多，你们可能看了有些某些社区的群组或者 WhatsApp、啊、最兴的，有时街坊在、哎、哪里便宜那些在那里传，但其实很多都是不全面的。其實這個傳染性極高、極危險，同埋可能係你下一代都會有問題。而家根本就係好多冇醫學報告嘅嘢，係根本做唔到話會唔會傳到下一代啊，或者隔幾一代都仲有呢種病毒嘅存在啊，係完全冇嘅。咁你點解可以確保到？點解你可以確保到話我哋會安全咧？你起一個肺炎搶所喺度，不負責任咯、啊，係完全不負責任咯、啊。仲有我想講一樣嘢，點解咁多議員喺度？點解蘇屋村嘅議員都唔喺度咧？去咗邊咧？我相信呢度都仲有蘇屋邨嘅街坊喺度。我哋群戰連啊！去咗邊咧？嗰啲議員，你哋選到出嚟嘅，我相信呢度都仲有街坊睇到。我諗我哋蘇屋邨嘅街坊都睇緊有啲直播嘅。我想問你哋選嘅議員去咗邊度？蘇屋議員去咗邊？我講嘅嘢係咁多啦，我留翻或者可能有啲街坊想表態啦。我自己一個三十幾歲土生土長嘅青年，我只係想所有街坊明白呢樣嘢。我唔理係咩。乜嘢黃藍好？我而家唔係講緊政見，係死到臨頭，係全部唔理你黃藍，係病毒嘅問題。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團結一致去應付呢一個問題，唔好理任何黃藍，係誰係死全家，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染咗，你可能哦康復我出院，但係你屋企人仲瞓喺醫院啊！你要記住呢一樣嘢啊！好誒，多謝咧街坊啊！咁龍尾翻嚟未？龍尾？翻嚟未？龙尾有冇？翻嚟未？翻嚟啊！龙尾，翻咗嚟啊 ！OK， 嗱，多谢各位今日参与呢个即系行动。咁我哋继续咧去关注翻啊，同可能大家首听者咧都可能去各区度支援嘅。多谢大家先啊！咁我喺度宣布咧，啊何启明议员有冇讲两句啊？你迟到，你讲两句啦。唔系，因为头先喺隔篱村度派票发生。嗱，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民協何啟明。嗱，我喺度咧想講講咧，其實政府咧到底點同我哋聯繫嘅咧？嗱，話説有一日咧，佢打電話俾我哋區議員，就話啦，廣利道嗰個普通科門診咧會做指定診所啦。咁跟住我哋即刻就惡咗言，然後問佢啦：喂，你幾時做啊？你有冇咩保護措施保護到其他求診嘅人啊？或者你會冇啲咩隔離嘅做法啦、啊？佢話冇啊，誒遲啲再交代啦，就收線啦。嗱，你話佢咁樣樣做，你叫人點支持佢咧？係咪先？
而另一樣嘢咧，最無稽嘅一樣嘢就係咧，喺區議會入邊咧，其實係連民建聯都話唔清楚到底發生緊乜嘢事。你諗下喺一個執政聯盟入邊，連建制派都話唔知㗎，政府做乜我哋唔清楚㗎咁樣樣。即係話其實喺而家呢個狀態裏邊咧，林鄭月娥佢已經係非理性㗎啦。即係成日啲人話抗疫咧係超越黃藍嘅，而林鄭月娥而家就係咧成日啲人話香港人報仇啊嘛，佢依家就報咗仇先啦，係嘛？所以咧其實呢個政府佢依種亂點鴛鴦嘅做法，大家係咪會繼續反對到底啊？嗱，另外咧，我哋都要點一點名。蘇屋村嗰個民建聯議員咧，佢去咗邊度？佢純粹就咁講咗句話，唔清楚話反對，咁就走咗噶啦。喺區議員、區議會嗰度，所以咧喺呢度咧，真係各位蘇屋村嘅街坊，你哋真係要擦亮眼睛啊！下一次唔好再選佢，甚至而家開始咧，日日去佢嗰個辦事處度問候佢就啱噶啦。嗱喺度咧，我都係呼籲各位街坊，真係唔好睇小呢個疫情。頭先嗰位後生仔咧，唔係嗰個，大家都係後生啊嚇，即係佢講得好好就係、是，有好多街坊咧，其實佢唔知道發生咩事，佢純粹覺得啊有病咪要醫咯，做乜大家要反對咁多？其實好多時候政府根本就冇公布到一啲關於疫情嘅一啲危害啊！你諗下，政府可以每一日繼續發信息俾大家，翻咗大陸要隔離，即係話佢知道翻大陸係危險，都唔肯封關，而佢繼續用呢種嘅心態嚟到處理繼續日後嗰啲嘅抗疫工作，呢、這個先至係最危險。即係話政府根本唔會理你生死。政府就算知道危險都不會告訴你，政府明知推你落火坑他都會繼續推你下去，這個才是最令人激氣的。所以在這裡我們深水埗區議會一定會繼續反對到底，就是不可以給他這個指定診所在沒有諮詢、沒有解釋、沒有任何的防護工作的情況下行硬上畫的。大家好，好，謝謝。多謝何德永議員。今天到今日嘅集會同埋遊行嘅結束，多謝各位啊！請大家街坊咧慢慢離開，或者翻屋企，多謝大家。各位手足要做嘢就小心啦！